女团 Kola 嘅成员 Ivy 苏苏雅兰现身铜锣湾出席品牌活动，吸引过百粉丝苏哈到场支持。最近为买座动画电影《玩转老朋友》而配音，饰演阿乐嘅 Ivy 苏话自己都好开心，可以为动画角色配音，希望将来为更多唔同嘅角色配音啊！或者更加多，可能把声低沉少少啊，或者把声咧就可爱少少啊，呢啲声，因为屋企都好中意同我只猫倾偈，我都会用唔同声同佢倾偈，所以我觉得系有趣的。啊，嚟緊嘅工作方面咧，會唔會自己都有啲單獨嘅工作會繼續啊？或者有啲咩計劃咧？嚟緊今年？嚟緊嘅計劃暫時係下半年要衝 Kola 咯，因為 Kola 嚟緊都出 EP， 咁我覺得因為好多首歌、好多 MV 要拍，所以盡量我諗我哋七個都會 focus Kola 先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。會唔會都有機會同啲粉絲分享下你啲福利啊？福利廣告啦，大家睇多幾次廣告，廣告入邊都有啲沖涼嘅畫面。